今天我们又到王家沙来了，因为上次拍完视频以后我都没有来过王家沙。然后呢，我们想先买几个馒头，结果呢排队很凶，然后呢又发现对面呢又有更长的一条队伍，原来是买青团的，就马上就是吃青团的日子了。因为王家沙的那个豆沙青团也很好吃的，是好多人，我给大家看一下，好多人，这里都是要买青团的人。哦，我的天哪，今天最近青团上市。我也想吃青团了，但是好多人哦。你觉得要排多长时间？哎呀，很难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应该不用吧？要你想吃青团吗？那王家沙青团好吃的，我待会去排个队吧，我打算排队买青团了。我天哪！哦，长长的队伍，牡蛎头是矮的对吧？嗯。那么我要两个豆酥，一个牡蛎头。蛋蛋嘛是吧？要一只蛋蛋。我已经买完青团了。然后我老公还在排队买馒头。八宝饭要吗？要，就少买一点吧，太重了。那买两个。买两个八宝饭。要两个小中包吧，中八宝饭吧。袋子要买吗？袋子不要了。还是老花样，来买两盒馄饨。要两盒蟹菜大馄饨吧。哎，我感觉今天又在过年了。排了队以后，我买到了这个青团。青团是我自己很喜欢吃的，然后我们上来点了馄饨。我都没有想到，先青团上市了，马上就清明节了，所以我不吃了，我待会吃。来看一下这个青团，我来吃一口。你说杨真真就是杨真真，以后你就跟他讲一下。啊，这个很赚。这个是豆沙青团，因为我觉得豆沙青团一盒有六盒，我买了两盒。你要吃这个烘焙，我觉得还可以。那我要吃，因为我觉得排队很不容易，所以我就买了两盒。我买两盒豆沙青团，然后我又买了一盒马兰头，马兰头是咸的。我感觉这是要吃饱了。我已经吃了两个了。然后，对，这个馄饨上次跟大家吃过的，上海大馄饨，然后还有我老公最喜欢的，上海四喜烤麸，我最爱的上海大馄饨，上次已经吃过了。本来其实我们就想过来买馒头的，结果看到有青团买了青团，然后又买了一大堆这里。买了什么八宝饭？八宝饭你最喜欢的马兰头青团。又买了，买了几盒呢？这个豆沙我买了两盒，马兰头买了一盒，然后这个是我很喜欢吃的蟹壳黄，等一会儿吃一下。还有你买的馒头，然后我喜欢吃的馄饨。你要不要吃一个馒头？馄饨好吃，好吃。哦，天哪，太幸福了。那我从小就是很喜欢吃馄饨的人。哇，我真的超喜欢吃馄饨的。真的好好吃。我觉得我如果去国外的话，我吃不到国内的中国的这些吃的东西的话，我真的会很难受。太好吃了。国外也有那个馄饨。然后我给大家看这个蟹壳黄，蟹壳黄应该是王家沙的特色。这是鲜或者甜的？都是咸的。我这是咸的好吃。我买了两种口味，一种是葱油的，一种是萝卜丝的，都是咸的。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味道？萝卜丝的。是葱油的。葱油的啊。
来试试你最喜欢吃的上海四喜烤麸。你太夸张了吧，没有这么难吃。怎么那么难吃？有那么夸张吗？你太夸张了，可能不是很好吃。我吃了最难吃的烤麸，真的。真的吗？可能它不是很好吃，但是没有那么难吃吧。可能王家沙做这种菜不是很擅长，对，他是擅长做点心。我就吃一半吧。是什么味道？甜甜的，然后上面是杏仁，对不对？对。然后当中是奶油黄油做的。大家好，今天我来徐家汇修我的手机，结果呢天上开始下雨，然后我又没有带伞，他有他的帽子。然后徐家汇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所以呢想跟大家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喜欢吃的在徐家汇可以找到的好吃的。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叫什么来着，我进这家店哦，它好像是哈尔滨食品店是吧？哦，好的，我把口罩戴起来。对，金山南路在这里。首先进这家里面有很多，就是上海比较传统的一些点心。来吧，买个袋子吧。不要，我要袋子。好，那就一边。还有，这里是。沈大成是上海的老字号了，最近的青团，那翻锅就盐了，这翻锅老好吃。哦，翻锅的吧？啊，还好吃啊，这连好快了，把连锅都一整了嘞。这个倒是可以买一盒，多少？啊，几粒啊？12块。对，我买一盒吧，买一盒方糕。还有年糕，我们上海人喜欢吃年糕。一块就给别人家买了，就给别。哎呀，这太大了，太堵了。我一块钱的四个还没进来，把它拉开。是外国人是吧？对的。啊，什么地方的？法国人。哦，跟我有四个年糕，好吧？好。年糕可以做年糕汤，还有炒年糕。嗯。哪个年糕好吃啊？吃过了。我是一直很喜欢吃年糕的。我们宁波人喜欢吃黄泥螺，10.3块。哦，这个最哈，宁波人喜欢的醉蟹。这是哈尔滨食品厂，但为什么在上海有一家哈尔滨食品厂还是老字号？但他们家的糕点很好吃，你知道吗？那个蝴蝶酥很好吃，还行。嗯，蝴蝶酥很好，专门买一点蝴蝶酥。家里还有一个。嗯，家里都吃完了。那个小小的蝴蝶酥，我买点吧。你要半毛的？还有哪一个？这两个。两个都要了吧？对。一个松子，还有一个是什么？这个是花生，这个是椰子。哦，花生椰子，啊，没有核桃的，我要松子，我不要。松子有呀，松子的，你这个花生不要。好，那就。我想试试看这个杏仁糕，买一点点。有点热的，刚做出来的。我很喜欢吃的金金豆腐干，啊，买三包吧。好啊，老公是老外，很帅的，小妹很漂亮的。我感觉我要再多买几包豆腐干，应该再买很多。刘老，我最近没有吃银行的午餐食，我忙点夜店的给我吃。这个都是在的呀。我的相机快没电了，所以我先买，然后回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买了什么。昨天的相机呢，突然没电了，所以呢，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昨天在新亚买了些什么好吃的。这个是我老公最喜欢的，我们上海的四喜烤麸。这个是我比较喜欢吃的辣白菜，这个是素鸭，但是我老公说不怎么好吃。这个是百叶结，它看上去不怎么样，但是真的超入味的，很好吃。这个呢是春天特有的香干马兰头，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烤鸭，其实我要买的是酱鸭，但酱鸭没货了，啊，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了烤鸭。老公最喜欢吃什么？这个。
这个白椰节是吗？白椰节，那是好入味的，嗯。真是。好吃吗？都没有来得及装盘，就着急先拍一下，很入味的啊。嗯，烤麸也挺好吃。嗯，烤麸也很入味，就比王家沙的烤麸做的好吃多了。确实。嗯，王家沙做的很难吃的。也不能说难吃吧，就是不怎么好吃。波妞。哦。春天特有的香干马兰头，这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这香干马兰头，马兰头以前是一种，其实它就是一种野菜啦。然后呢，它就切得很细，跟香干一起加点盐，加点麻油拌一拌，就很好吃。看一下我们昨天在哈尔滨食品厂买的，这个是蝴蝶酥，这个是椰丝排，这个是杏仁酥吧。这个很有点像法国的那种费南雪的那个样子，但是它有很浓重的杏仁味啊，真的很好吃。然后这个是新亚的青团，里面是豆沙馅儿的。哎呀，对焦没对好。你最喜欢吃哪一个？喜欢吃这个椰丝排。哦，它里面是真的有椰丝的，然后奶香味很浓的。哇，感觉很赞的。嗯，又好吃。今天晚上我突然很想吃生蚝。这里有一家生蚝，它专门做生蚝，它的生蚝很新鲜，是蒸汽生蚝，所以呢，我就出来吃生蚝了。你想吃生蚝吗？可以吃啊。但你说你不是很喜欢吃，但是我还挺喜欢吃生蚝的。他们家生蚝，对对对，这里，他们家生蚝很新鲜。肥厚的生蚝，把你放在手掌上，大家看一下有多大。啊，好大！我吃了啊，我吃一个这个很新鲜的专门的酱，有点辣的，海鲜酱油之类的。超新鲜，好吃，再来一个，好新鲜，这个太好吃了。是当天做的，是头一天的生蚝，每天晚上刚到货的。哇！而且都是离海三天之内然后运过来。是从哪里运过来的？威海乳山。嗯。刚才就帮我们全部开好了，还差几个。我都觉得12个我不够，我可能还要再添几个。可以加。这是他们家的饺子，里面是鱼肉馅的，你吃吃看。但因为它里面是不一样的，好不好吃就不知道了，试试看吧。味道怎么样？对，是鱼肉的。味道还可以是吧？你吃一个绿颜色的。味道是一样的。啊，是吗？但是它只是用了不一样颜色，所以味道是一样。吃完了这家生蚝，
家生蚝是我吃过我觉得相对来讲非常新鲜的一家生蚝店。现在我打算去喝一杯奶茶，今天就今天对自己要求有点太低了。喝得下吗？嗯，但是我很想喝奶茶。嗯，我也不知道你要哪一杯。两杯吗？要两杯吧，我也要喝这么多杯奶茶。好的。